什么？好兄弟啊，好兄弟，感谢啊，感谢你的大火箭，马上来了个大火箭，谢谢谢谢。我没有暗示啊。真诱人。定一个我就拉耶。我没学技能呢，不行，我得回家了，这刮一下这么痛。感谢老板啊，感谢海龟学生，谢谢。我们来暗示成功。没有暗示，我刚才只是看了一下超级任务粉丝团，这个任务没完成，这两天啊。请宠爱我吧。带走了。单枪匹马，今天要倒霉了。最近卢仙中单很流行，我打不过他。Q 我，他想 Q 我。耶，想点我，对不起。趁他补刀 ，Q 他，哎，来回两下，欺诈宝珠回来的是真实伤害。他马上要二了，我学个E吧，以免他冲我。来补刀，舒服，没刮到。他可能要E我，这我就知道你兄弟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经验。啊，老道，感谢永远支持马老师的鸡鸡送上的飞机，谢谢鸡鸡。我们能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兑现，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兑现经验。他每次打我，他都亏，但我不会去上去找他啊。我这个英雄上去找他太不稳定了，这波他补刀，我再给他来一个。哎，他不敢补了，这个刀敢不敢补？补来回，哎，好，他有护盾啊，他带是护盾，我们想杀他的话也是有机会的，只是要把他护盾算进去。现在稍微攒点蓝，等我到四级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我的队友想帮我抓一波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定住吗？顶不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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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太灵活了。为什么要发问号？他回家了，应该。他这个对象，没有。其实他这种血量，我可以不打他了，挺好的。他不敢上前了。哎，我队友还来了。好，这波看你的了啊，兄弟，行不行吧？很非常好，点燃不需要交，哎，不需要交，好，收掉。人头还是我的，这波雷欧娜立功。一刀不漏，一刀不漏。可以回一波了。可以回波了，一刀不漏，这个补刀基本功还是很强啊。先来一个回蓝装，张杰，这个出了之后呢，我在前期的对线蓝就够用了，这把我们优势还挺大。五分钟36刀还可以压他10刀，这就是补刀的基本功了啊。告诉我个秘密吧。
这个卢仙他在打我的时候啊，他兑现的时候他想消耗我的那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，但是我们在消耗他的时候这个意图是不明显的，你没有看到啊？你没有发现是你感受不到的那种突然的袭击，叫观察啊，观察。大家注意看啊，他现在是满血，我教大家一套连招将他满血秒杀啊，大家注意看了，注意看啊，给点燃，我靠，这就这个没，哎，他有闪啊，他有闪的话，这个这个太稳了，太稳了，闪现加滑步一起交，这个太稳了，可以感受到他现在有点害怕的啊。好，这波可以过塔强杀，可以考虑一下，可以考虑一下。他好像要抓魔腾，哎，好，看他怎么办，哎，这个很无奈啊，很无奈，直接阵亡。这把队友的这个辅助的游走非常的好啊，这个卢仙太稳了，他根本一点机会都不给啊，他哪怕交一个位移，我还有机会杀他。他两个连续一起交的，有点被吓到。我这波塔下强杀，他也很无奈。魔腾。好。可以。咱们回家一波吧，回家出个装备，也可以再推一波。嗯，他魔腾现在还没到六，我这个时候过半和深推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咱们直接卡在兵线面前，一个 Q， 啊，只为打兵，不为打他啊。下一个 Q 马上就好，我这个英雄 CD 比较快。好 ，OK， 这波可以回了，这波回。不亏兵啊！当我出来的时候，应该会丢三个近战兵，这已经是做到极限了。对于阿里来讲的话，咱们买个戒指，买个药水 ，OK， 好，蓝不需要回满啊，不需要回满，每秒回 3.4， 这个挺快的。6:1。别压抑自己，我们推线就行了。这卢仙现在有点害怕了，他不太敢跟我打，我也不会刻意消耗他啊，我要补我的刀。这波塔下可以尝试 E 一波 ，E 的话呢，跟 Q 要一起出啊，就感觉我在点塔的样子啊，其实我在找机会 E 他 ，Q 一下 ，E 打中，拉一下点他，等一下再点魔腾在哪里，我不太清楚，所以我大招不能开，我有吸血的。好，不亏，这波不亏啊！感谢天生丽质的 C 小姐送上的飞机，感谢一直很爱马老 C 的飞机，谢谢。我以为他魔腾在啊，他打的那个样子感觉上有点凶，但其实没有人在的。但是他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凶呢？可能是有点小脾气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得这么鲁莽。但这对我来说是不亏的啊，因为我在对方的塔下把兵全部压进去了，把他杀掉的。很多同学说，哎，你怎么不早放技能？早放技能不就把他杀了吗？对吧？他也换不掉你。你说的对，但是你只想到了第一层，你没有想呢？魔腾在附近有大招蹲着我，我在试探，所以我一直没放。当我突然发现魔腾在上路的时候，我就开启我的大招开始杀他了。那这时候你会说我晚了。那是因为我晚了导致我的阵亡，那我问你，我这波晚该不该？
其实是该的啊，哪怕是死了，你也不能说我放晚了是一个错啊，不行的，还是要晚放，一定要确定魔腾在不在啊。因为狐狸在开完一段大之后呢，他的第二段大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魔腾这时候开大突袭你的话，你就死了啊，跑不掉的。配上卢香的这个输出，所以我们将这个防干咳做到了极致。但是可能很多玩家看不懂，会认为我比较菜啊，其实不是。我要杀他的话呢，可以说刚才如果我确定魔腾不在的话，他那个行为直接秒杀的啊，还不了手的啊。感谢想看大司马单杀飞可的大飞机，可能我说了你不信啊。那么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，我们的一秒十八剑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手速非常的快啊，一秒钟按十八个按键。点他，点他，交个闪现不亏。好看我怎么杀他。说实话，这个人有点捞。他，我给他异我，你看他会上当的，他会很天真，他会异我的。你看好啊，我骗他，你注意看啊，他马上要异我了。你看啊，我勾引他。给大家来个教科书级别的反杀，我有回血，他不敢移，还是有点怂啊，还是有点怂。他敢不敢移我呢？不太敢啊。好，刮中，来回两下，往前上。出招，出招，一起带走，哎，非常的帅啊！这波这把已经赢了，我的队友很强。把他换了不亏的啊，300块。感谢不酷一点也不秀的飞机，谢谢。你不相信我？我的大招好了，这波出来可以直接杀他，他没有护盾，他的输出还是非常高的啊。好，魔腾大招已经开了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先耗他一点血，他还是蛮肉的啊。找机会E他一波，这个兵他要补，没敢补啊。他现在被我打得有点怕，他不太敢点兵了。我现在很强势，他并不敢上啊，我们打得非常的激进，但是他不敢上，很猥琐的。我现在在挑衅他，我不给他补刀了，不给他吃刀，也不给他吃经验。他的魔腾在上啊。哎，来人了。好，交给我的队友。好，非常好。听说你抓我，哎，舒服。呵呵，哎，他的费德提克过来帮了一波。
但是被我们反包，这波我得回了，我得小心他的打野。告诉我个秘密，直接出窃魂卷了，我们这把优势很大，这草人控制还是有点足，差点死了。摩腾有大招，他在蹲谁呢？你渴望什么？找到你。哦，一套秒杀。看他敢不敢补这个刀。哎，直接一套带走。现在有闪，魔腾来也不虚啊，我们可以闪现拉开，还有被动的吸血。哦，这波带着峡谷推他们两个塔。我来保护峡谷。没关系，这个闪现要交啊，因为魔腾的输出非常高的，我被恐惧的话，我再想招闪就有点晚了。打死他，打死他，哎，打死他，打得非常的强势，主要优势比较大，勾引他一下。1700块，看一下我们的鬼书，还差400。这波看看有没有帮助啊？我的蓝不太够，算了。感谢比战的学生女学生送上的大飞机，谢谢。应该不是飞我，飞我飞不了，我三段位移。我们上去轰一波杀人书，我蓝不多，但可以配合边缘 OB 打法混一混。哦，秒杀了一个啊！我的蓝不是很多的，所以我们好可以定住，那就直接秒掉红蓝。这里面有人。好，没关系，他死了，他被我红 buff 减速了，很好，两个人头17成输，起飞。我们可以搞一下火龙，再带一波吧，这波火龙没必要去了，我的队友可以搞得定，他们也就两个人，我再带一波，出个鬼书，回家再。出个大棒啊！现在有红蓝 buff 可以过塔，谁来都可以杀。来两个我们可以打游斗，来三个就跑。现在有点燃，他并不是很敢上前。好，两个不虚。好，交了个闪现啊，那我们放他一马。也不一定要放他一马，好撤，没有拉到那个庐山。好，行，咱们撤了。他的魔腾来了啊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的话要死了，17神书可不能搞丢了，这波不能贪了，再买个大棒。我们来，现在法强非常恐怖，391，先吃一波大鸟先。爆炸局，终于对面爆炸了。老师，我们这边爆炸有点吃不消。
继续单带。我现在单带的话可以一打二，这个 ADC 有护盾，我没有大招，我先过来点他，先开 W 再点他 ，Q 他 ，E 他，不行，没拉中，距离太远啊！如果再近一点的话，这波就成功了。我是先用欺诈宝珠骗掉他的魔法盾，再用一个魅惑把他拉回来，但是距离太远，而且没有大招，没办法击杀的。有大招他也死了，我贴他身他就很慌。这波带着龙 buff， 我单人推下。现在一打二很轻松的，而且来五个人也留不住我，除非草人从这里跳个大出来。没关系，一段拉开，两段拉开。哎，这波大家会很奇怪，为什么没有拉开？是因为草人的恐惧，所以我放不了大啊。但是我这波杀掉两个也是不亏的。这波如果这个草人在死之前呢放了一个 Q， 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连续放大招，灵魂突袭跑掉，让这个魔神触发了他的E技能，又接上了个恐惧啊，所以没了。但是这波不亏的，我回来的一个欺诈宝珠把他给杀了，从19层书变成了15层，可以接受啊。感谢比战的女学生送上的魔法书，谢谢。对，草人在死之前他是放了一个 Q 的啊，他在阵亡之前放了一个 Q， 把我恐惧了，可能大家没注意到。他们这盘可以放弃了。告诉我的秘密。哎，哎，我们可以卡一波视野。好，别急，哎，这个打的就不够聪明了啊！我们卡了一个视野，他居然直接上了。这波其实能够感受到我的队友没有什么策略啊，他应该先勾引往我这边走，让我卡个视野好出手。他却反手直接上了，他以为我会直接突上去，那其实这样打的话会不利于我出招，但他可能不太知道我阿离的技能。好，跳大了，我们先拉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开 W 再一个 Q， 好，收掉一个二过去，不要出魅惑，这时候出个魅惑拉回来，再二嘲讽挑衅，再二上去挑衅，逼他不回来，怂，他太怂了，我在逼他，他都不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拆吧，我这边有异闪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阿离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小技巧啊，但是我现在不太敢展示，我现在血量有点少，我展示的话可能会被换掉，我还是算了，稳一点，我稳一点吧。好，我在这回城，这回城有点装逼，其实是给对方看的，因为我的异闪可能要丢他做人。好，情况不对，赶快撤退，过来摸一层书即可。开大了，飞我有点讨厌。他为什么七个人呢、啊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这很明显不能上的呀，你上不就死了吗？你把我换了又如何呢？我的杀人书美甲的切魂却还是15层，对不对？很讨厌，把我的杀人书给搞掉了。行吧，撤吧，撤吧，撤吧，等下一波我们一起来把他们上路推了就结束。这把优势比较大，所以我刚才浪了一点啊，因为已经稳赢了，所以我们稍微浪了一下，没关系，影响不大。如果是劣势，刚才我肯定不会一闪他啊，因为一闪他即使把他杀了我也会被魔腾飞啊，所以没意义的。感谢梦梦的嗨呀哈送上的幸福券，谢谢。别压椅子。
字。说实话，老马说话有点像赵高。赵高是谁？帅哥吗？点他，点他不出魅惑，因为没有魅惑，再点，好，好，我要一 v 二了，你定住，我接一，定不住不接，魅惑试探出，打他，无所谓，我有大招灵魂突袭。敢动我吗？敢动我就是死！哎，他觉得他吃果子可以解我的控，但是我的爆发直接把他秒杀。直接一个爆发，给一个魅惑，贴身的走不了，开启我们的 W 带走一个。这边好干，哎，可以开得不错。我在残血勾引，没有指道。我在勾引他们，敢不敢上呢？这个席维尔，先把小兵清，我先压过来，看他怎么好定住魅惑，拉回来给个 W。OK， 不要虐拳，显得数值有点低。哎，直接拆家就好，虐拳的行为非常可耻。哈哈，掉了。感谢B站的女学生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主要他定住了，定住了，我们肯定要配合一下嘛，不然我的队友不是骂我菜嘛，对吧？